最近浴室的地板上多了好多头发，我觉得女朋友的头发男朋友应该更关心才对，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养发周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护发哦。需要的食材和比例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截图保存。记得加两块红糖，倒入 2.5 倍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煮半小时。最后撒点枸杞，秃头女孩的救星养发粥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